各位观众，欢迎收看中视夜线新闻。戴着手套的手滑着滑板，就是他的脚。来自澳洲的 John Furness 跟日本的乙武洋匡一样，从小就没有下半身，但他的人生却一样很完整。前面的 Kiss 是约翰太太给的深情一吻，有着乐观的眼光看人生。他们一家人来到台湾要办演讲，跟大家经验分享人生。没有过不去的事情，只有过不去的心情。要听 John 讲这一番话激励你，给你正面的人生观。代价可不是每个遇到困难的人都能负担，一张门票最便宜的要将近3000块。像 John 这样正面看待天生的身心障碍，凡能摇身一变开导你的沮丧，又让自己的人生充满光彩。